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半程决赛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这五场的话，由欧阳蝶雪、萌萌哒香蕉、不变女武神、Love You Sack 和 Animus 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先看一局内奸局啊，内奸局。那么内奸局的话，这一局选了一个王鸡佬啊，我们王鸡啊。那么王鸡的话，这个啊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那么就看看我们如何屌啊。那么作为内奸还行，毕竟你杀最后单挑的时候杀别人啊，杀对方杀主公的话，那我们旗帜自己相当于重铸制衡了。那么这个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，毕竟可以啊，这个给我们的手牌换一下血啊，换一下血。那么借刀杀人，这边大表哥出的上啊，貂蝉的话肯定是跳明反，表哥的话在这边借刀杀人不好讲啊，不好讲。那么他自首了，他也真敢自首啊，万一这离魂雕啊，注意大家这个注意啊，这个皮肤是离魂雕的，那么这里万一你这貂蝉啊这个脑子一残哈，那到时候直接来来来，将军这些赏给妾身可好，那你就惨了是吧。这个自首第一轮还是要慎重一点。然后那边的话曹红啊杀一刀香香啊，顺两个应该是反贼，虽然他挂了闪电啊，这个挂闪电啊，这可能95级啊、有点浪打，有点浪打。那么那边拆这个搞香香，香香被拆啊，香香也没有睡，他这里直接打的。但是香香两张手牌啊，要去睡的话可能有点啊麻烦。那么曹昂的话这边啊，我们直接无中，无中的话只能旗帜别人啊。那么这样的话把这手牌掳光，声东击西，不是手牌掳光啊，是控他们的装备啊，控他们装备。那么这里之后的话，换那个貂蝉的手牌啊，其实倒没有太大的必要，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别不出发。那么火攻带一些啊，带一些这个刀装上，刀不能扣手里啊，扣手里现在已经，我们现在已经跳了忠诚了。那么到时候万一他来个锦衣一个离魂，正好啊一个菊花啊，什么事情都要慎重啊，都要慎重。那我们禁区啊，其实这一轮禁区啊都甚至要慎重一点，你毕竟四张牌离魂雕打急了就直接给你来一发。那么这里的话肯定是跳明反咯，那么一个万箭我们肯定要打无懈啊，毕竟要防离魂雕在那边啊偷。那么现在偷的话只能偷陆炫和我们啊，这个乐一波。将军这些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嘛。这里应该是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不用赏啊，这个两个可以百合啊。那我们这美男指啊，美男指的话这样就被控了一血，然后的话曹昂估计还要砍一刀啊，砍一刀我们这就有点伤了，有点伤。那么香香在那边啊继续直接吃一桃回血啊，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。那么曹昂这里跳明反了，跳明反再一乐，那么还好天锅乐，我们可以来漂亮给香香刷一波牌啊，然后一个九杀继续消击啊，摸三张。这个昨天呢我们有一局啊里面有展示过王姬跟香香的配合啊，还可以，毕竟这个已经超出了平时的消击的作用了，这里是三张牌，所以这个配合的威力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啊肯定是想着香香来保我们啊，睡保我们，但是这样左慈被打到一血，香香肯定睡不了我们了。这一杀的话你可以不闪啊，反正要睡，来看我的厉害，顺手转羊锁锁连环。那么这里的话有没有火杀呀，啊有火攻还可以，有火攻还可以，啪，没有红桃啊，这个有点呵呵了。那么九杀方片，貂蝉有一个桃啊，那么他们这有一桃亮出来啊，就是暗示队友救呗。但是曹昂感觉跟刘表都没有桃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只能睡主公，这又开一个南门，然后还救我们、啊、救我们生生死死、哎、这个南门开出来的话也还行，他急着想把貂蝉那边搞定啊，杀我们我们直接闪掉。那么现在八卦装起来闪扔出去，桃子磕一个旗帜
敌寇一席制的话，选择了把大表哥的那个八卦起啊，也行吧，也行吧。左大爷这里换了神将啊，关心关心的话可以吧，只要有杀，刚才已经出了两头了，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来说还算可以。那么现在就希望想想把这个木马再留到我们这边，再留到我们这边。现在已经啊，注意反贼的能力现在已经大大削弱，大大削弱。那么香香的木马只要留到我们这边，我们就可以不还给他了，可以不还给他。哎呦，还有桃子好评啊，还有桃子好评。南蛮再一开，哦，还给我们打无锡，漂亮漂亮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一个雷杀不中啊，一个雷杀不中。那么陆神的话，他也不杀香香啊，这里肯定是肯定不杀，我们是内奸啊。不义不在此。那么我们这里弃香香的手牌，锁锁那连环，直接跳内奸啊，直接跳内奸。那么扇子一扇，轰啊！你该死的死啊，该带血的就直接带血了。大表哥，我们这暗示了你妥妥的啊，妥妥的。那么这木马塞起来，最后两张牌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手牌啊形成威胁了。可以转危为安。那么那边的话，直接偷表哥，偷表哥。那么主装方面还是可以的。你的决斗主攻有啥用呢？香香再睡回来，再睡回来，你这白打呀！我也好，他好，我也好，来睡一个嘛，睡一个啊！老丞相啊，老丞相，这个也喜欢美女啊，主公夫人也要搞啊，也要搞。那么这里继续打呀，无中生有，谁漂亮？这个桃子啊，给他扒掉。那扒掉之后，这里的话杀一刀，乐不思蜀，换手牌啊。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以逼下口，哎，可以塞一张啊，可以塞一张。其次的话要弃牌，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道玄妙。俗人安得何惧之有？那边大自首，香香贝勒，香香肯定是我们这边啊下一步啊这个要搞定的目标啊，搞定的目标，谁对我们的阻碍最大就搞谁啊，就搞谁。那么香香死完的话，后面可能就是曹昂要去了啊。那么桃子救起来，救一个，我们这还有一刀呢，你能救几个？声东击西，敌寇一广。再救你还有吗？哦，还真有啊，还真有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可以拿个锦衣马吧，哎，漂亮。那么再塞一张，空穿巨梁，重两张，哦，闪都直接弃了。微妙者，这个也是打的比较浪，比较浪。可以转危为安，九杀大表哥，然后这个九杀你是九杀不中的，不如直接杀一刀留一九啊。安得其法？那边杀一刀，这下没逃了吧？是吧？你这桃子其实有点扛不住的，扛不住的。俩刀，一人一刀啊，总共三刀。表哥这断杀的可能性太小了。国拆桥拆木马，哎呀，我们的神木马呀，这反贼哈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弃年弩了。当然啊，大家知道年弩对于我们王给的话，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神器啊，非常有用的神器啊。只要手牌前一轮的禁区啊，能够有一波手牌在手的话，再加上两张摸的牌，那么整个的可以杀杀杀啊，是吧？当然，对于曹昂这种可能还是有点难度。那么现在希望把曹昂带走啊。那么留三张九桃白银啊，这个问题不大。那边的话继续安续，还是黑桃啊，一脸黑。哎呦，不自首了，不自首，过河拆桥，借刀杀人，杀我们八卦。哦，这里不中啊，不中，杀一刀主攻。那么曹昂的话再杀一刀，我们肯定啊希望把曹昂带走啊，希望来一个红杀，一个冠石强重带走。生生鼠辈竟敢伤我。那么这里顺手拽羊的话，无意不在成秦，以前别不出发。我刚想说顺那个声东击西，敌寇一往成秦，无意那还好啊，我刚才想说顺这个人王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就直接你有最后旗帜到杀的话直接带走曹昂。但是这后边啊，不断的旗帜得到了红杀，
所以呢这里啊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么那边的话刀也坑了，然后陆逊也杀了，当然杀不杀得中那是一回事。那么现在整体一轮的话，一个九鲁啊带走曹昂，最后这个反正啊整个局面都稳稳的掌控在我们的手中啊，还是非常好的。那么后面的话表哥啊也得控，陆神也得控，双控啊。表哥控呢主要就在于这边左慈已经凉血啊，表哥一个爆发很有可能带左大爷走流。当然啊锦囊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无懈可以保，漂亮，把这桃子掳走，掳走之后控一控陆神，这个桃还不一定敢吃。哎，这里还过拆我们啊，过拆我们。那现在左大爷有桃回血了，那还好，安得其还好啊。那么南蛮的话我们掉一个血，掉一血那边刚烈弃牌吧，玩世必胜，暴逆菊花决斗哦，凉血漂亮。那么只要别打死，其他都好讲啊。鼠辈竟敢伤我，那么这里的话大表哥被控到一血，陆神的话杀一刀就能带走了哦，锁上我们桃子吃一个，妈蛋，这都不保自己了，这为了联营不择手段，火攻无中生有，没牌是万万不能的，丈八排出去。那么这里的话就一个想着自己收人头了，应该是啊，这个人头如果丢在忠臣手里的话，我们下一轮可能不太好打。那这样的话可以火杀强重吗？带走一个反，但是我们这样的话自己的话也掉一血，弃了主公的最后一张手牌，漂亮。哎，有桃好评啊，有桃好评。当然这里桃子不能急着吃，桃子还必须救，但是救完他又要刚烈啊，敌前别不出发，刚烈我们只能弃牌了，只能弃牌了。希望带走陆神，带走陆神，我们一个乐不思蜀再控一个场，最后禁区两张牌，漂亮，这一波打得漂亮啊。那么主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旗帜的威力啊，旗帜的威力有各种不确定性，我又来了一头啊，又来了一头。那我们这样的话应该来说这一局最后跟着无难跳，这个非常稳了，非常稳。他关心的话虽然乐不中啊，虽然乐不中哦，乐中了，乐中了，我们只要来一杀就行了，杀一刀，然后还可以旗帜自己的手牌，无意不在此地，敌前别不出发。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好评啊，好评。这一局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就是靠着旗帜摸排堆顶啊，你无论从回复能力或者爆发能力上讲都是旗帜刷到排堆顶的，各种牛逼啊，各种牛逼，不得不服啊，就是这么屌。那么整场再回顾一下，前期啊主要是貂蝉对我们啊这个禁区啊有一定的限制，所以呢前期他是主嘲讽，肯定要搞死。那么所以啊就是爆香香打貂蝉，那么貂蝉这边意思曹洪啊紧接着就是废物了，这边的话这个就是火力就挪到曹洪这边的话就可以打。那么曹洪一死，那香香肯定就稳稳的，这我们刚才也有灌尸啊，而且木马流到我们手里，他们就少掉了发动消息的一个能力，所以的话后面跟反贼集火搞死他，搞死他之后场上就没有对我们有太大阻碍的影响了。所以这还是比较思路啊，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不是特别难。谁阻碍我，我就搞谁啊，我就搞谁，往死里搞啊。好，我们第二局看一下，这一局的话主攻孙膑，我们这边是一个七位大忠臣李儒，追李儒在孙膑局的话应该来说发挥啊，一个可以啊清反贼，二个整体而言啊你开个大招甚至可以直接送主攻觉醒的，而且在七位这个位置啊送主攻觉醒的话还是比较容易，而且啊可以保到主攻啊，保到主攻，你不会说一般开完大之后主攻再挨别人刀子啊，这就足了，这就足了。这是反贼借路的话，刚才是 K 点拼的主攻啊，那应该是又拆的主攻是反贼，那这样的话巧说杀一刀大嘴，杀一刀主攻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燃烧吧，那这里又是反贼，他如果作文中内的话这样往下砍也行啊，这也是反贼啊。
那现在有可能是四连反啊，但是左大爷这个并不一定非常明确，因为他是往下砍的，你无法判断的十分清楚，有可能也偏内奸，但是大嘴这边也有可能偏内奸。那么火攻的话，嘿嘿，你敢那个我们一个锁锁连环教做人啊，教做人，那这肯定是内奸了，这肯定是内奸。一下弃这么多牌之后，然后坑的就是张辽。那么这样，陆神，你火攻，你要发牌机。那么死，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还想躲火攻啊？这里躲火攻，哎呦妈，一九一逃在手啊！你往哪躲？你往哪躲啊？躲不掉啊，躲不掉。反正不管了，这边的话，左大爷往下家砍，果然的话，那么我们第一轮啊，这个局面打下来之后就非常漂亮了，非常漂亮。但是主公这里一血，那么还好这边乐不思蜀控一下简雍，主公的生存能力应该是能保下来。那么张辽那边的话，左大爷直接杀一刀带走啊，直接杀一刀带走。那么这里杀一刀漂亮，那么主公的话手牌还可以保住啊，后面的话。我们这里大嘴看看怎么打，看看弓箭手准备反击。那么曹丕的话应该翻我们比较好，这翻的什么？你可识得此？这里不如翻我们啊，我们的这个行动能力应该来说相当于一个主输出了。那你这样的话不神，那么大嘴这边是跳内了，那我们直接啊一个九杀曹丕啊，你闪我决策，你不闪直接死啊，直接死是吧？非常简单。所以这个地方曹丕不翻我们啊，不知道怎么想的。那么那边的话主公也觉醒了，那么放一张无戏到那边，然后大嘴你空城，空城你走投无路了、那边的话制定天下两逃保主，这样的话还行啊，兵粮兵众，哎呀这个就有点可惜了。那么这里虽然杀一刀，但是我们桃子可以救起来，而且场上三打一啊，三打一，还有一桃。那么整体的话，主攻来说啊，应该来说这一局可以拿下。那么到时候无懈啊，再把景雍扒一扒，扒一扒。可惜没有距离，要是有距离的话，可以杀一杀景雍。来，黑无懈扒一张牌啊！注意，这张无懈还是我们上一轮的那张无懈啊。放在牌堆顶，然后啊给的主公啊，主公给我们的阴魂，那扒光杀一刀，啪刺，哎呀还以为断杀呢，那这样的话吃桃啊，足两国交战不斩，两国交战不斩来来使，那这样的话就直接跪了。这一局的话应该来说啊，李儒正常在军争里面的话作为忠臣啊，可以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啊，先入为主的优势。那我们这里还打了一波啊，浪牌，我就先火攻，打陆神的姿势一定要对，不是说任何时候给他刷谦逊的话都是被动的，这个不对的，你要看你是什么武将，或者你手里有一副什么牌啊。这里我们的火攻就教他分臣做人啊，让你浪，让你蝇头小利啊，为了点蝇头小利他就浪掉。那么来看看第三局，第三局的话这里我们主公曹老板啊，主公曹老板，张辽的话这个兵粮应该是甲鱼兵的，那么孙策的话刚才是杀了一下典韦，那边的话典韦的话去搞一下借流氓，然后杀一下张辽。那么当然啊，我们现在身份主要前面没看到啊。那么张辽在这个地方啊不太明确，典韦的话有可能远位可能偏中啊，那么他中的话张辽就偏反，但是我们手牌并没有少，那么张辽有可能是中，甲鱼是反，反的话孙策是反，那么典韦的话这边又是反，这中这反，待会儿再看啊，待会儿再看，有明的跳的那就非常清楚了。这里开万箭的话应该是忠臣了。负英雄者
那么万箭一放，万箭一放的话，我们这里一般来说还是整体比较赚的。那么待会儿哦，锁锁连环，那这里张辽是反啊？那我们刚才怎么是五张手牌嘞？没偷我们吗？嗯，反他吃个九，那么甲鱼可前卫的话是忠臣啊，这里又是忠臣，应该是这样的啊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拿来吧。那这是，哦，那这是反贼了，那这是反贼。那么孙奔的话应该也是，刚才香香的话是怎么搞的？那么忠臣，哦，香香离开了。哦，年弩挂起来杀掉啊！年弩挂起来杀掉。我的孙子也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贾大爷啊，这个虽然前卫你选反贼，这个也。不是那么好选的，不是那么好选的。忠臣，这边反贼啊，那么整体的话，反贼现在还是有点优势的，还是有点优势的。因为现在整体而言的话，张辽啊比较脆皮了，很好打。典韦，你这个地方再开南蛮的话，真的好吗？真的好吗？这南蛮开出来，下一回合你也扛不住啊，是吧？你这还。硬上血线啊，来打我们啊，这个可能有点难了啊。那边的话，杀一刀凝瞳，杀一刀凝瞳的话，锁锁连环。哦，这里想要带走，怎么可能给你带啊？过河拆桥，南蛮入侵，打一波啊！南蛮入侵打一波，那边还桃子救起来。救起来的话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。这里的话其实刚才过拆的话可能最好啊，也没有用啊，典韦的手牌也不是杀，难讲啊。拆这边到时候还可以保证杀手人头，这样的话双保证，双保证。典韦的话已经弃了，杀你也不杀一刀啊，这打着什么鬼啊。整体感觉啊，典韦跟宁统啊，从我们刚才这个掐断上面来看的话，应该来说打得太浪了。那我们一桃吃起来啊，那么这一局整体而言的话，最后这个状态，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，很难讲啊。三个白板啊，三个白板，孙白板、借白板，我们说曹白板啊，曹白板。虽然曹老板啊上面加个借字，就不要以为他有多牛逼啊，也就那样，也就那样。那么这边青钢杀一刀孙笨啊。那么后面就是白板的撕逼大战啊，白板的撕逼大战。那么气杀，杀的话也可以杀一刀。这孙梦肯定杀你的。那么现在关键这个问题在于哪呢？借流氓要防啊，借流氓要防。他现在作为内奸慢慢养肥了，好，那么孙梦这里的话就看不下去了，你敢不动？你敢不动，打的你就要动起来啊！你想龟缩？负英雄者。那么其实呢，孙奔这里的话可以啊。刚才比如说他那个青龙啊，就上我们呗，你就打主公啊。那么你就让借流氓硬保呗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过河拆桥，还去搞那边反贼啊？还去搞那边反贼？那边的话装上冠石并没有，借流氓年弩挂起来，突突突突了孙笨吗？来来收回来，燕雀暗之鸿鹄之志。哎呀，这南蛮方的也真够浪的。那么哦，决斗杀，断杀，断杀了。那么他两难一绝的话，你这个可以刚也不知道手上是什么牌啊，你这个不如再缩到下一轮去搞呀。这个内奸这里打得有点，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这你内奸的话，他应该再续一轮啊，再续一轮啊。两难一绝，直接扣手里啊，谁都打不到你。孙笨打你，你顶多挨一刀就而已啊。你挨完一刀，下一轮这个两难一绝，直接可以带走他的，直接可以带走他的。那么这边装上八卦，两个人最后都一血。那我们这里收了一个反贼，然后跟借流氓、啊、混到单挑，丈八卦起来。然后你这丈八卦起来的话，他这会儿要是丈八卦起来，注意啊，这个是黑牌，他
要是上妈直接拍出来，我们这里就死了，我们这里就死了。那么这里杀一刀，进退自如，便悬天下，但求一败哈，但求一败。然后啊，他最后又失去了一次胜利的机会啊，又失去了一次胜利的机会。那你这个这种濒临险境的时候，南蛮一开足啊，南蛮一开足，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这一局啊，整体就是。最后啊，这个白看了一个白板嘛，那么其实为这个内奸有点可惜啊，有点可惜。两难一局啊，开的有点早啊，可以再忍一忍。好，后两局的话就内奸局啊，当然这个内奸局的话质量就搜搜吧，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就娱乐一下吧。这一局的话，大嘴主我们选了一个无血将，可以看重新看一看选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曹睿的话其实也可以选啊，虽然单挑的话不算太强，但是你的防御能力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不错的。那么选了一个无血戒吕啊，无血戒吕布。那么无血戒吕布摆在这边的话，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全都去死吧。那么零点的话，旺系卖给他的话应该是偏中的，那么其他的就难讲了。左慈的话上来刚才好有真念吗，失去一点体力啊，应该是偏反的，偏反的。那么那边的话过河拆桥杀一刀毒菜，旺系就这样了。方可乱世之中必出枭雄，乱世之中必出枭雄啊，必出枭雄啊。那么顺手拽羊拿一把刀九鲁，漂亮，搞反贼呗，反贼搞忠臣呗，你撕吧。我们这作为内奸啊，看的是最开心啊，看的是最开心。现在只要来一个 A 的话，当然这边有毒菜啊，不好 A。那么我们这里锁锁连环杀一刀李儒，哎呦你敢给吗？那么这里啊，注意他这里不给我们啊，不给我们的话，应该来说如果是反贼的话他应该是可以给的，可以给的，结果他没给，那应该是可能是中止的。属性杀一刀，决斗再带一个，那边灭迹的话开焚城啊，开焚城的话毒菜死，李儒开大忠臣之菜，主攻弃牌就行了，正两血脉的什么鬼啊。那么这里紧接着带走月音火攻来一发，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局如何能赢啊，如何能赢。又紧接着这里开了一个南蛮奋身一搏，哎呦一大招两个南蛮啊，两个南蛮。所以啊，这里就搞不懂主公刚才为什么焚城要掉两血，不知道手里扣着一张什么牌，无中吗？这是弓箭手准备犯贱啊。那么这里注意，刚才有李儒有个小动作杀了我们一下，杀了我们一下，他这一杀不要紧，但是啊，结果我们且看主公这个方天画戟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你虽然能收到树大爷的人头，然而啊，我只能说，然而我们这一血，送啊，怒送人头到我们这边啊，怒送单挑人头，无中开个杀，漂亮，还有无中啊。这里的话直接一杀带走了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。其实这一局啊，主攻啊，你要打稳一点的话，打稳一点的话，你就一扫二带走反贼啊，带走反贼，留着中内在那边啊，不管是吕布内奸或者是这个李儒是内奸的话，两个人肯定要撕一下，撕一下的话必然会损耗啊，而且不收人头。所以这里的话啊，主公想法可能有点多啊，有点多。李儒呢主要是杀了我们内奸一刀啊，这个小动作使得主公有点误解的，但是人家作为忠臣也可以杀，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你作为主公头脑一定要清醒，不要浪啊，不要浪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啊，小胖主我们是一个内奸啊，灵童小旋风啊，小旋风。曹植的话那边乐不思蜀主攻啊，曹植铁主跳反，这个跳反没有问题的，那边顺手拽羊，又顺手拽羊，
这个顺貂蝉呢也可以，因为毕竟啊，李靖跟小胖的配合还是硬输出啊，硬输出，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每轮啊可以造成两点输出的。那么貂蝉没想到啊，直接被忙死。那我们往下家砍呗，反正两个反贼，下家忙到反贼概率也是不小的。那么就怕忙到忠臣啊。那么这边忙到反贼还行啊。谁能挡我？谁能挡我？七八号位护司啊，护司。然后五五一开，哦，这是反贼啊！八号位这里还选了一个甲鱼忠臣，你这个位置选的顺手斩羊被无懈，无中生有，你先开。过个拆桥，你先开吴忠嘛，是吧？身份反正大家也难以判定，这个吴忠一般人啊，估摸着不会那个。看看那么最后你再该过拆该顺手，这不就乐不思蜀骗到了吗？秉忠贞之志，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这个大招开的，哎，反正也，哎，浪啊！主公，你这乐不思蜀都没了，你肯定一波。放权啊，到时候再来一杀的话就直接搞定吕布了，你这么急着开这个大招干嘛呢？哎，而且你的年吴啊杀的话这直接完伤吕布啊，可惜啊可惜啊，这甲鱼不会打啊，怎么都得赌一赌啊。那么现在的话主公只能跟我们相依为命，这一局啊就完全是被动局了，被动局了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先开万箭，先开万箭再出杀吧。一般都是先开万箭再出杀，然后甘宁的话人家啊这有的是货啊，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结果没能搞死之后啊，这狗货还补起来。那么现在整场啊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心，因为毕竟反贼这边甘宁一血，狗货一血，抗战吕布的话也一血，但是人家赤桃回血就没有办法了，一个放权给过来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打了一波稳的，打了一波稳的，直接拆年弩和甘宁手牌。那么除非狗货啊硬卖一血，否则的话甘宁这个是没有补给的。此乃驱虎哦，那要硬卖了，那手里可能有酒。你的勾点儿这拼的什么鬼啊，你还不如拼曹植打自己啊，酒救补甘宁，这样的话一杀直接被我们带走，打得太烂了。过拆桥，拆的话吕布这边倒无所谓啊，有年弩，虽然有年弩，但是主公毕竟有享乐在那边。那我们这边继续拆两个，索命于须臾之间，拆一步。哎呀，这结果人家来了青钢剑啊，后面的话我们估计要把曹植的那个刀给拆掉，刀给拆掉。那么狗货尽你之手，与他一搏吧，搞主。藤甲顶一个，拆距离啊，拆距离。那么这边人王盾也送了出去，杀一刀。最后的话，哎呦，这个我们打的比较激情啊，直接选择弃两张，控对方的这个装备啊，控对方的装备。那么这里吕布注意啊，吕布的这两张牌。一个用的雷杀享乐器的普杀，这个打的就烂了，打的就烂了。你这肯定普杀，这个扔雷杀吗？这个打的什么鬼？那边火攻的话，曹植，你曹植还不如翻面啊！现在被乐了，被乐了，你这乐，浪费这桃子，还不如翻面啊！等待下一回合，说不定啊，队友能摸到个拆或者无懈啊，给你打一波啊，不然你也要弃牌是吧？那我们看看这里的话，我们是。白白浪费一个翻面啊，伤敌于千里之外，拆到曹植手上没好货。我爸爸是刘备，我爸爸是刘备。那么小胖哦，有桃啊，有桃的话他自己吃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然后粘弩扣手里也不要挂起来啊，这个没必要挂起来。曹植的话气难埋，现在整体的话主公下一轮啊可以再次放权我们。那么这里硬上吕布决斗啊，硬上吕布决斗。哦，青龙偃月又吃桃啊，那么小胖看看怎么打啊，有牌他肯定就可以哦，直接打一波过拆配合啊，索命于须臾之间，让曹植翻面啊，限制一回合行动能力，否则的话一波九杀的话如果来两张基本牌啊，那可能有点伤。过河拆桥，那么南蛮先续一波啊，续一波。
那么希望小胖这一回合该放权了，杀一刀，打打杀杀，真没意思。放权吧。那么现在主要我们这还留了一条啊，还可以给主公续一苗啊，续一苗。曹植这样的话，不是断杀就断基本盘啊，锁锁。这打的真是浪啊！现在场上没有人可以拼点卖血了，硬生生卖四张牌出去，那么结果啊就坑了曹植一血啊。那么灌石强弩啊，灌石强弩，这样之后紧接着打一波刺激的牌啊，桃子都不要，南蛮开出去带一个，南蛮开出去带一个。那么结果来了个神无懈啊，给小胖先无懈一个，那样的话伤敌于千里之外哈。那么这可如何是好？那么一个放权的话，狗货 CU 拉拉，这里可以用决斗先扔啊。你后面的话，这个决斗你要上吗？你要上曹植吗？无中生有，在无中，那这样决斗的话，应该有机会了，杀一刀。再来一个九杀吧，这反正留着也是没用。那么主公这一波放权啊，我们形成联动，那你最后只能是认命了，只能是认命。那刚才像刚才那个前面啊跟我们放权去打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最后这一个关键的放权啊，他娘血放权我们啊就有点问题啦。这个一波两联动啊，一个放权搞死狗货，紧接着那个曹植，紧接着曹我们这边联动的话，那曹植就也扛不住了，那最后分分钟把你搞掉。所以主公的话，这里最后一个放权应该来说是一个失误啊，是一个失误，不该啊。你既要想着那间帮你打反贼，你也得考虑这个，你后面怎样去单挑啊，是吧？不能一味的说。强行啊，撸反贼呀！好吧，那么今天这五场啊，就到这里。最后的话，谢谢大家。